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到了哪边了？顶岩湾四格山，太累了。然后你现在看到正前方是都兰的神山，就是都兰山。OK。风景太美了，所以我先帮你们做一个环拍，欣赏一下这个地方漂亮的地方。哦，真的是不错，只是很累，要开很多的小路才会爬到这里，辛苦得很。但是终于爬完了，还是美丽吧。啊，这就是卑兰溪的出海口。所以它还是美丽的，那前面就是所谓太平洋啊，二地也就在它的卑南西的正前方。OK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了。